大家好，我是乐浪信的。最近呢，我买了一个测血糖的一个血氧仪吧，买给我爸测。是要刺手指，然后用那个试纸啊，用就是沾上血啊，然后测那个血糖。然后昨晚其实帮我爸尝试过，就是拿那根针测了三次，但是都测不出来。感觉第三次我爸就怎么也不给我弄了，就很抵抗，所以就怎么说呢，所以也怪自己吧，不是很会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准备去那个买这个药店那边呢去学习一下。我现在到药店了，上次药店的话虽然教了我，但是我发现理论上我是懂的，我那些理论我都很有心得，但是就是实操上面就有点差距。测一下，这样打，二打会不会很疼啊？不会。会啊？不会。不会啊？那我打了。你不会的哦。咁样。等一下呗。还没反正我。打了，可以了。你打到了吗？没打到啊。咁都没打到。那老哥咯，又咪上翻咁，而家咪拉皮做咯。唔会痛噶嘛？我唔先。哎呀，见啦，唔使打啦，见啦。刚刚就把东西放下了，然后回家拿了一些梳洗用品，准备去健身会那边洗洗澡。因为头发还是有点脏啊，家里面洗那个卫生条件、梳洗条件比较差嘛，所以我就在健身会用将近800块包了一个年卡，那我这一年我都可以去健身会，既可以健身又可以洗澡，那这800块还是花得挺值的。虽然现在是2月中旬，但是广东这边天气已经很暖和了，白天温度就有20多度，所以街道上面都是穿短袖比较多的人。好了，进健身房就动楼了。装修还是挺豪华的，这入户大堂的话，像这地方有点豪华，平常比较少来这种地方。今天好像没什么人。进来了。好久没来健身了，都有一个多月，将近2个月都没练过。今天练完再洗个澡，先跑个步吧。跑完步要吃完了，看那个什么，负重训练好。哑铃区啊，哑铃区有人。这边的话，看练什么器械比较好。举个哑铃，这个有点重啊，举不起。这个的话，应该举得起吧。举了十下，脸都红了，果然有点虚，太久没练。看一下别人就很大力气，比我举得重得多。好壮。刚练完手再练腿，哇，这个看起来好重。这个看起来重，但是还行，还不算太累这个。好了，练了两个器材，都开始冒汗了。现在去练哑铃吧。哇！练了3组了，现在手就有点酸酸胀胀。再看一下练些什么。现在差不多就洗澡了。好了，练了
将近有一个钟了不练了，累了，去洗个澡，因为洗澡才是我最主要的目的。买了一些洗发露，带个毛巾就行了。洗完澡了，现在吹一下头发。好了，洗完澡，洗完头，一身轻松晒，现在干净很多了。然后现在回家，回家吧。再拍一下，富丽堂皇，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。正忙在这些路边摊吃点东西，这边吃东西还蛮实惠。点了碗绿豆沙，大概7块钱吧。吃完糖水再吃猪杂面，10块钱就真的很多了。好了，忙完回家了，从白天回到家已经天黑了，现在给我爸喂他喝水和喝牛奶吧。哎呀，要不要吧？